右边这边有一个肿瘤嘛。妈妈其实有一点害怕。给妈妈拍拍好不好？如果今天医生真的说我是恶性的，必须接受治疗，或者是我这个生命突然变得很压缩。周小乔近川胸部长肿瘤，化验结果出炉。我其实在胸部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东西。你右边这边有一个肿瘤嘛？那我们上次先做的切片，这个大概95%是良性。你可以看到以后这个区域它颜色非常的不均匀，形状跟结构比较不均匀，所以还是会建议把它拿掉。拿掉的话，一样是打局部麻醉，当然你要全身麻醉也可以啊，因为手术其实5到10分钟就结束了。当然了，我全身麻醉。好，以你的东西来看，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很不均匀的东西，那时候就是要很小心。Good morning， 可爱小宝，你昨天睡得好吗？好。妈妈其实有一点害怕。给妈妈拍拍好不好？给妈妈拍拍嘛。妈妈会为了你勇敢 ，OK， 爸爸。你下午跟婆婆乖乖在家里，爸爸陪妈妈去手术一下，可以？妈妈就回来。不要。妈妈胸部长了一个东西啊，妈妈很快就回来好吗？嗯。妈妈想抱你。我手术回来不能抱你哦。平安平安。是给我吗？啊，不然嘞。手术顺利结束了，真的其实只有5分钟而已，可是真的很恐怖。有一个1.5公分的组织，之前就确定是良性的。反正医生就觉得先拿出来，一方面怕它病变，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再把那一整个拿出去化验，可能会比穿刺更准确的结果。就像我说的，我还想陪宝宝很久啊，他才1岁9个月。回到家只想看我女儿，我妈说她睡着了。今天是要拆线跟看报告。如果今天医生真的说我是恶性的，必须接受治疗，或者是我这个生命突然变得很压缩，剩没多久时间之类的，然后我就想到女儿，就觉得说天哪，我还有好多事情想跟她做，怎么样去度过之后的每一天呢？是要照原本的计划去做，还是应该特别去想自己有没有特别想要完成什么事情，去完成那件事情？希望待会是好消息喽。那就是天胃囊肿合并为钙化，那所以这种钙化点是良性的，那就不用太担心。半年后再追踪看看就可以了。千万给妈妈抱，妈妈可以抱你了。妈妈检查都没有事情呢，好，妈妈要陪你很久。妈妈，我阿姨。